我哋都幾年好耐之前已經學咗噶啦，而家我哋舊曲重温就係《民機歸漢》。哦，好聽啊！呢只歌。咁但係你今日其中有幾隻歌咧係上下集嘅喎。嗯。即係一個故事分開上一個故仔，係啦，《民機歸漢》咧就係上集。冇錯。咁呢個《民機》咧就係講佢嗰陣時就係被掳而嫁去胡邦啦。嗯。咁後期咧就同嗰左賢王就兩情相悦，咁不經不覺咧已經過咗十年時間有多啦。嗯哼。咁但係突然間有一日咧就接到漢朝就要召佢翻去喎。好陰功。咁兩夫妻咧就喺度盡訴離情。你要分離咯喎。係啦，離情之苦啦。係啊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就唔阻大家時間，我哋有請我哋嘅同學高善花同學和我們的老師為我們演唱這首《民機歸漢》，有請各位。好了，大家熱烈的掌聲帶出我們的老師和高善芳這支《民機歸漢》，大家細心欣賞。稍後是了，你聽下麥克風。
令我满腔惆怅啊！何人纷飞乱共啊？怎眼目还无光？难舍弃绝代峨眉啊！十载恩情随水葬啊！来了，嗨，来了。大王请啊坐。文姬，你坐。大王，睇你神思绪不落。只有愁绪腹中藏，究竟咩事呢？大王，夫妻般似了同林，恐怕好景不常，难以保。恕我不明言忠义，从情否白又何妨？是不是望色而断，求直光于文姬？殷勤执马受看，两相看，默语无言，情惨怆。妻离婚哪有赎得？而且性太贤良，你有感人间空，妻身何幸得此美满？妻呀、啊！十载我地时光，问叫你心马情，是否欢？唱功关
机。倘若汉朝接犯采凤还巢，你又如何发放？哈，大王，臣妾纵有思乡之念，到底亦不忍别湖泊。孤王再问你一句，私情与公义两者孰重孰轻，素养你有个人的才干。咁啊，大王，私情岂及公义重，先忠后孝，如非狂。哈，如此上，我哋夫妻今日便是缘尽之期，百问几。哈，点解呢，大王？嚟又停。阴差将子光，今闻马老似孤王，属你迅速归看全文行，强族吴妻五外惊惶，欲问娇妻从此回大康，关山阻隔欲见艰难，苦断肠。为使恨海难填，孤
王愿马上提师与汉邦对抗。大王，倘若为臣妾而将生灵涂炭嘅，我亦苦心难安。孤王判使战士在沙场，也不忍令我命归降。不忍别事，还须别。大王，请问臣妾何日返汉宫？啊，今日便要起程问计。啊，今日便要起程啦。啊。今日咪别太匆匆，今生缘已尽，前情如梦，去梦佛都似心间，红莲清兴离愁，接驾的香具准备迎风我。关山远隔万千重，谁问萧罗成陌路，伤心徒忧，只得泪千行。试问凭谁教导小王儿？下听唤母哀啼声惨错。Yeah.
我是居马临门，恭请娘娘回帮就到啊！全孤口谕，稍后偏是遵命。
几回心碎，多謝老師。